采用三节式可调节设计，先按住关节处中心的按钮，可实现桌脚的360度自由旋转，调好角度后放松按钮即可锁定，调节非常简单，桌腿相互组合即可调节成各种高度，满足您站着、躺着、坐着不同场合使用的需要。此款桌子可作为电脑桌、小书桌、画板、花架、置物架等使用，适合在床上、沙发、桌面、地毯、草地等多种场合，是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贴心小物件之一。我们有散热口模式和双风扇模式，还有大风扇模式，每个款式都有玫红和酷黑两种颜色可供选择，欢迎大家购买。